其实他最后绑完，我就觉得好像还好。屌爆了！啊？还蛮屌的。这样屌？不知道，看起来很多小小给戏。你说这个颜色是好看的耶，可是我印你的肤色，我没办法跨，我没办法跨。而且我觉得走出来会不会很奇怪的感觉？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想等下走下来，可应该就有点小困难了。对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拿手机吗？好，还有我的相机。